嘿，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！看我们今天吃什么？先来个夏日冷饮。开吃啦！超辣的那种。一口一个小朋友，哈哈，一点点都舍不得浪费。吃货模式正式开启，满满的都是蒜香味，好满足啊！吃，吃，我接着吃，太爽了！哈哈，这肉肉有点满足不了我。我就是个吃货小达人，最后一个也给他消灭完。好辣呀，大功告成，再喝上一杯大甜甜汽水。每次饱餐之后记得来个这个哟，蓝莓味的太好吃了。关注我，你说是什么？评论在评论区哦。